你今天想要做什么工作？按摩。按摩好。所以你今天都没事，那你刚刚是来这边做什么？哦，我在附近来面试。面试？对。你要上什么班？面试实习。哎，要洗头吗之类的？没事没事。这位客人他想要按摩。太好了，他生意其实不好的，感谢你。那我们先帮你做洗头服务，这样，那你想要坐着洗还是想要后面躺着？躺起来。好啊好啊。他带你去，你帽子可以先放这里。所以现在现在几位客人？现在有一二，这边两个在洗，然后这边有两个。哦，所以是四个。四个了。四个。对。那我再看看可以去再找。好。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有按摩或是洗头，他没有减法，只要没有减法。你要到达八千，可能就要超过十个人。我们再去拉两个。好，我们再去拉。哎，老师。老师来了。老师，那你要想不想去拉客，还是因为现在还在要再两个人？你要拉客，还是你想要做拿铁？我去做拿铁，好。那个我大概聊了一下，很rich，很有。好。但是他只有按摩，所以看他可不可以多一点。不按照他心坎的。然后喝什么东西，然后喝饮料。 好，可能我们再抓个两个吧。但因为我不知道你人哥有刷几个，我们可以抓一个。只要一个有目标就好。右边左边，左边好了，左边人潮感觉比较多。他找那种快吃饱的。对，或者是感，哎，右边左边，感觉那边有一群人。好，走。就是三。那应该是你可以搞定的。我希望他们没事。请问你们等一下有事吗？可以耽误你们几分钟时间吗？ 你们有想要洗头吗？因为，哎，你刚刚已经收到了。好吧，哎，好，那两个感觉是朋友。好，走进车子。好，给你问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耽误你们一点时间吗？不要，你不用。 好，谢谢。其实遇到蛮多困难的，我们准备问可不可以耽误你几分，人家就拒绝了。可能有人赶时间，有人不好意思上镜头，所以我想说完蛋了，今天应该不达标了。他三点半有事啊？现在几点？3:02。你3:30跟朋友约吗？在哪里？在大直。哇，那这里。你3:30要坐计程车吗？ 等下要叫Uber。哦，你朋友是已经活动到今天？那你现在就跟我们走，店里面5分钟，然后15分钟内帮你修完刘海。好，好，那走。然后小心车子。对，我们是来把营业中二，马上给你吹整一个好的造型。太好了。去大直嘛，三点半，三点半到。3:30这边离开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3:30离开可以。好。对，王子靠你了。好好好，努力。 你们要去大直约会哦？对啊。好，刚好弄一个好看的造型，哎，好赞哦！真的，约第几次了？其实是跟姐妹，哦，姐妹 OK 了，姐妹更要漂亮。对啊，跟她漂亮，她说哇，你今天怎么不一样？因为王子摸过我的头，哎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的发廊，欢迎光临星之沙龙。 想看我们开店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赶快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